刚才燕子说你是带三斤来的，那箱子里装的是不是就这三斤呢？对呀、啊，当然是三斤了，真的。真的是三斤？必须是真的。来了我都没敢放手。一直没放手啊？对。那我帮你拎着吧。不用了，这个三斤老贵重，三斤老贵重。看那里边三斤可能挺沉的，你这样小伙儿搁王哥这儿，王哥帮你看着。王哥，虽说咱俩都姓王，是一家的。那还是不行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我跟你说，小伙子，你这么做就对了。你说一个礼拜兜里只有8块钱，都能穷疯眼呢。啊，好，来拎着三斤，戴着墨镜哈，看一下16个姑娘对谁的感觉最好，谁能够得到这三斤？想想16个姑娘。对我们这位小伙子印象怎么样？请选择。谢谢谢谢。接下来根据你的感觉，最少灭一盏灯。我帮你拎着吧，啊。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哎，这都得抱着。那我就先把眼镜摘了。啊，眼镜摘了吧。好。谢谢。